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具体叫什么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个野营的地方。很多房车生活的人呢，就住在这个地方。纯粹一个野营地，这个地方应该也能停个几辆车，停个二威啊，停个呢，这个地方已经又这个地方停了几辆车，那边有几辆车，这有 BC 省牌照、安省牌照。还加上我的，这个地方呢，宿营呢就是说没人管，纯粹的一个野营，还可以去下面进行野餐，可以 BBQ， 夏天这地方还是不错的。那还有一个住帐篷的，住帐篷那个就是应该停车的那个，停小车的那个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能停4辆，能停4辆，就是说房车。但是呢，这块雪没有化，都是积水，化的地方是积水，没化的地方都是雪。这停一辆，这停一辆，那还能停一辆，停好了能停个4辆。这一块，等到夏天还是非常好的。